一条线段表示，接下来扩大十倍，那么后面这一个数就是它的十倍吧？来一倍、两倍，我就不写了。到这里十倍，看一下后面的这一个数比前面的这个两位数多了几倍？九倍，是不是十减一多了九倍？九倍这个对应的这个差是多少？一百一十七。对，所以117除以9等于13。那么这个两位数就是13。